我们来到澳门，澳门很好玩哦，欢迎大家来澳门一起参观玩。我喜欢澳门，澳门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的地方，喜欢它的建筑独特的风格，喜欢它的人文的这种环境。我很喜欢澳门街道多元化的感觉，有各种各样的人。我喜欢澳门的赛车，因为赛车它的声浪很好听。我喜欢澳门的吃的，蛋挞很好吃。澳门是美食之都。澳门是一个在亚洲范围内比较好的一个选择，在这里逛街特别开心，我肯定会推荐我的朋友们都来澳门玩。感谢大家，澳门在2024年第一季首次获得内地出境旅游者最满意目的地。有赖澳门各界共同努力，旅游局将继续联动业界优化旅客体验，展现澳门旅游家魅力，擦亮澳门国际大都市金名片。澳门欢迎您。